啊，会传染到人身，非常严重。啊，世界卫生组织、科学家都提出了警告。啊，这个病毒现在还没有药能够治疗。啊，所以也有同学问我，我们怎样预防？啊，我们有预防的方法，你信不信？你首先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佛在经典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人与人，人与一切众生，四种语言呢相处啊，这四种语言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事出世间法总离不了因果的定律啊，这是佛把话讲清楚了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我常常也说，清净心不受外面病毒感染，清净心慈悲心呢能够解毒，你要肯相信啊，你今天起的时候认真努力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啊，我们提出这个菩提心呢，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，你要能用这种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些病毒你就不会感染了。你跟这些病毒人在一起也不会感染啊？为什么？免疫的这个力量太强了啊！又何况大慈大悲能化解病毒啊？为什么呢？病毒也是如来啊！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弥了的时候，弥了的时候，戒是如来病，戒是如来毒。觉悟了之后啊，皆是如来的妙用啊！啊，这个病毒就化解了，没有一法离开自性，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，离开自性也没有病毒可得。啊，病毒是怎么来的呢？为时所变啊，是那个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心，不善的行为所变的这是真理啊。可惜现在人不相信啊，现在人相信科学，科学现在还很有限，科学发展到极处，跟佛所说的决定是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么科学没有发展到极高峰的时候，人类的时候不相信佛所讲的了，那还得要受苦，还得要受难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
灾难摆在面前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不惊不怖，啊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恐怖，平常心对待。啊，你这个保持住镇静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，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啊。这一慌一乱，啊，病毒没有要你的命啊，你被他吓死了。啊，这是我以前呢，有很多得癌症的人来告诉来问我，我说癌症不可怕，癌症很平常，啊，是可以治得好的，并不难治。许多得癌症死了是被癌症吓死了。你们想想我的话有没有道理？啊，瘟疫自古以来常常有啊。总是夜感呐，啊，卧夜照感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没事了。啊，法国的这个十六世纪的大预言家诺斯多玛斯，啊，他本身是个医生，正好在他那个时候，欧洲地区产生严重的瘟疫，啊，他到处救人呐，啊，跟这些病人在一起啊。以后他家太太呀，在家里也得了这个病，他回来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，他太太在这个瘟疫当中死了。啊，他自己你看看，慈悲心，救世救人，他免了这个灾难。这正是印到因果里面所讲的，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啊，遇到这些灾害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要加强自己的善念、善思维、善行。啊，才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灾难。啊，药物需不需要呢？也需要，药物是助缘。啊，从心理上改变的真因。啊，有真因，有好的助缘，你就更安全了。啊，药物，我觉得。还是请教中医比较妥当啊，千万不要瞧不起好像中医啊，没有科学根据啊，不很难相信啊，就现在迷信科学啊。但是欧洲人比我们聪明，欧洲人虽然发明科学相信科学，欧洲人重视经验啊，这是科学所做不到的。那么中国的中医至少有5000年的经验，不能轻视啊！啊，我常讲5000年的智慧，5000年的经验，5000年的方法，5000年的效果，你怎么可以疏忽？这我们老祖宗代代相传啊，除除治瘟疫的处方很多啊，有预防的，有治疗的
在前几年，SARS 是个瘟疫，西医真的是束手无策，没法子救治啊。中医有方法，而且很简单。我听说在北京有一个中了这个 SARS 病毒，医院里面已经放弃治疗了，宣布大概他还可以能活三天，没法子治了。我们这个学会那个时候的会长林子，他跟这个人是朋友认识，看他这个样子，他就向医院院长请求，能不能让中医试一试？院长也同意了，反正他活不了了，反正中医你去试试看吧。他去找一个中医大夫，给他开了草药，一副药人民币6块钱，抓了3副药。18块钱，吃了3天，他就出院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这是事实啊！可是还有一些人呢，还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真的那个尉迟啊，到死都不相信，你说有什么法子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中国人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，这是总的业因呢。今天要受这么多苦难呢，不知道自己祖宗留下的东西有好处啊，不知道，不认识啊。连中国的月亮都没有外国月亮圆呢，你说糟不糟？外国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非常尊重，非常肯定。我们中国人反而不认识，等到什么时候外国人肯定中国文化了，我们再跟外国人学习，前天还有个朋友问我，我是不看新闻，不知道，他不是韩国有个剧，我也没看过，我从来不看电视，说是在中国很轰动，看的人很多，这个连续剧，那么演的是都是中国从前传统的这些历史文化，大陆上称它为韩流。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好呢？把中国连续剧都压下去了。这个是一个讯号，我听了很欢喜，证实了英国汤恩比在70年代所说的话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他演的东西内容可能都是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这个东西一展现，在全世界人都爱好，汤恩比说的话没错，他确实给人带来伦理道德。叫人应该要怎样做人。
懂得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啊，中国人五千年祖宗传的就这12个字。